那我这个脸型是留那个，刘海的话，要哪一种刘海好看呢？留斜点的刘海吧。那稍微斜一点点的。我这次是特别喜欢那个韩版的那个斜刘海。那个胖子。啊。它有一种那个用那个药水嘞。搞得上面那个蓬松一点的吧，那打发胶都可以啊。搞那个发胶，它还是，它只是定型下的吧。它那个叫去理发店弄，自己才弄的。
够不着了吧？我去冲一下，然后再休息就可以了。好，行。